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C 朱俊成。那今天我在这里呢，我接受快问快答的挑战。好，开始。你是家里的老幺，在家务事方面有没有特别优待？没有。知道你很厉害做饭做菜，那厨房会不会是你家里的中心地？是，肯定。那你梦想的厨房是怎么样的？可能有一个独立式的一张桌子，可能叫做 island， 然后有一个就是一个要火炉很重要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电炉呢我还会用，还是用火炉比较好。然后锅子那些必备。最拿手的菜是什么？应该是明虾粉丝吧。如果有免费的家庭佣人，你会选择女神佣人还是机械佣人？我觉得我不喜欢有佣人吧。曾经在家里做过最疯狂的事情？最疯狂的事情就是，小的时候刚第一次进厨房弄得很糟，然后我记得我那当时候是下厨，我是煮。炒鸭菜，就是给妈妈吃，然后结果呢就忘了放盐，就是结果一家人都吃的就是没有味道的炒鸭菜。请说出房间里一样被藏起来的东西。应该是羽球拍吧。喜欢欧拉波拉里面刀给的发型吗？喜欢。形容当自己知道是欧拉波拉男主角的那一刻心情，做个表情。你认为演员和球员的共同点是什么？意志力要坚强，然后不管是心理上，或者是我们心态都很重要。接下来想挑战什么角色？可能想挑战弱智的吧。在这里呢，祝岁后家 Happy Anniversary 10周年快乐！